他们虽然会游泳，但极容易被冰面卡住，闷死在水里，所以他们是不会主动跳进冰河里的。谢谢你救我一命。生命滴滴，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在便是一切阎摩经佛陀告诉文殊菩萨，毁谤正法的罪业极细微，这个难以察觉，难以就是就相信，对如来所说的剩余只持一部分殊胜善法，一类一部分恶劣为差，就是违犯谤法罪，轻辩佛法，等于毁谤说法的佛陀，毁谤修法的僧伽，分别这部经所以说你毁谤了某一种经典的话，你毁谤了佛法，毁谤了僧，所以你毁谤了三宝了，所以说这个非常严重。毁谤所修法的僧伽，分别这不经如法菩萨该学，那不经不如法菩萨不该学，那就是谤法，分别这是佛陀为菩萨所说，菩萨该学，那是佛陀为圣为或独觉。这里说就说声闻或独觉，声闻跟独觉意思一样吗？那或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声闻跟独觉就是不一样的修行人，对吧？说声闻跟独觉，这个可以或讲。比如说这些法是为了声闻或者是为了独觉而讲，所以菩萨不该学，因为他们是小圣，知道吗？这个可以，菩萨不该学也是谤法，谤法罪业极大，即三摩地往经说，毁谤一部经典的罪，倒回这个南瞻部洲的佛塔还严重，比杀掉整个恒沙，就是那个恒河的沙，恒沙树木的阿罗汉严重。谤法罪有轻有重，但是现在讲的是就是最重的，前面许出最严重的情况，必须小心谨慎，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小心，知道吗？上次我在那个微信里面有我在日本嘛，还是就是有那个面条，
面条里面刻了那个什么金刚经，知道吗？金刚经。然后他们说吃这个面就很什么，哦，有可能吗？这也是非常重的一个恶业。就是说我们要皈依尊敬，哪可以吃呢？知道吗？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他们虽然有学佛，但是就是忽略了，啊，知道吗？啊，以前我们西藏有打仗的时候，有人会吃那个金刚经，啊，先把这个金刚经烧掉，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灰尘，喝九次，继续喝，继续喝，然后你打仗的时候就是根本你就是他射不到你。知道吗？但是有人知道他有吃这样的经，如果说他有就是子女的话，以后不会嫁不出去，知道吗？说他就是比如说祖先他的爷爷奶奶就是爷爷吃过这个金刚经，啊，非常严重，因为这跟佛法有关，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西藏人很，比如说有人结婚的时候他会，就比如说有些是那个就什么屠夫的子女很难嫁出去，屠夫一，二是就是那个叫什么呢，猎人打猎的那些子女也很难嫁出去，然后会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那个做那个什么刀枪这些，这是木匠吗还是叫什么呢，啊，这些很难嫁出去，这些都是跟佛法有关。比如说屠夫要就是杀杀生，所以就是这些嫁不出去的话他会怕，所以他会不当屠夫，啊，那猎人也一样，他当然就在以后他子女都嫁不出去，所以他不会当。那他做这些就是刀枪，做刀枪去杀人的，所以说他做这些工作的话以后他的这些子女嫁不出去，所以很少，知道吗？所以说啊，这些都跟佛法有关，啊，可以说也是一个善巧的方法。你不信佛但是你不可以做这些工作，如果做的话就是说影响到你的家庭。然后会做塔，会就是刻雕那些佛那些的，他很有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当这些。一切法圣教到了哪里呢？刚才问情况必须小心谨慎。哦，对对，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对，那什么叫修行呢？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他们的过患，然后我们就说就是尽量去不要做这些。你睡觉也可以，吃饭也可以，上洗手间也可以，遇到这些事情不要去做，这叫什么呢？这叫修行，知道吗？那你没有去做这些看起来很庄严的，知道吗？但是闭上眼睛是黑漆乌漆嘛黑的，那不叫修行，知道吗？啊，所以佛法里面有讲，我们藏人传说没有思维过的闭关者，就是没有手指爬山一般，没有手指去爬山就没办法爬山，因为你没办法去抓，你马上会滚下来。没有去思维，那你去修什么，闭什么关呢？这是藏传的说法。汉传达摩去一个庙道场，那他们都在那边就是打坐，然后他说你们在做什么，他说闭嘴，我们在闭关禅修。然后达摩说不要浪费时间，意思是什么呢？你们根本没有去学啊，那你们闭什么，知道吗？这是事实啊，所以这样慢慢慢慢就这个佛法就消失了。比如说今天有这里有提到说《面法莲花经》，
这个就是以前都古代的时候都在中文版，在中文里面有。还有玄奘大师有翻大般若经，那我们在座的啊学者有去看吗？没，很少，知道。不但是这些，我说就是在台湾有很多寺庙，很有的寺庙，就我去问，就是跟他聊聊天呢、啊、那你们平常学什么，都几乎都没有。我个人有看过一些，但是就是没有上过这个课。因为为什么呢？现在没有这个老师了，知道吗？但是我们说，就是对一个汉传来讲的话，玄奘大师，知道吗？他来大那个印度，就是那么辛苦的去学，然后回国后，他最主要去就是写书翻译，对吧？翻译，那为什么呢？希望以后有人有华人去学这些。那现在就是做一个那个书架，然后摆在这里，然后供个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吗？不可以。西藏人很念阿弥陀，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我玛尼贝咪吽玛尼贝咪吽，念拿个念珠，那还是念阿弥陀佛，拿个红包阿弥陀佛，不够，这样不够，不可以，知道吗？哦，那要去学这些。这时候我们虽然在台湾宗教很普遍，但是我们不小心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这个广论，那就是它的原本中文是选那个法尊法师翻的，那现在很多信徒都说法尊法师的看不懂，因为他最主要是用那个文言文，那不要说佛法，这个文言文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就很难，知道吗？那这不管是台湾，西藏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西藏有两位，是他们是说专门说那个就是叫什么呢？笑声，知道吗？说那个笑话的。然后有一天他说他拿了一个背包，他在另外的说问他你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朝圣。去哪儿？去美国。那说你应该去西藏才行啊。他说不是，现在最尊贵的那些都请到美国去了，因为西藏人就是这些以前古代的那些经书啊佛像啊统统卖出去了，知道吗？啊，那第二，我有一次在台北去有一个那个法国人嘛，他叫高老师，他在那个法国山有上课，他是一个在家人，他的太太是那个台湾，那他现在有很多台湾的教授跟他学论文，知道吗？他是一个西方人，在台湾跟他学，台湾人跟他学，对吧？西藏人自己去在美国去朝圣，台湾人去跟美国人学自己的语言，知道吗？所以这方面的我们要去学，不然的话别人来教这些，那现在也可以说佛法，我们台湾西藏本就说我们祖先都是佛教徒，也可以说也是个佛教徒的国家，但是说我们学比如说西藏也是，这里也是，我们学那什么修法，修什么心机处障啦，修财神啦，就人山人海。去上这些广论的话，就没有了，是吧？还是也可以说，就是学的也不是那么的专心。但是西方人不是，
西方人上了课，比如说上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来给他们问问题，他们会问很多问题，知道吗？那这样可以说久而久之的话，以后可能有请西方人来去上我们上他们的课，有可能。比如说修奢摩他，他已经得到奢摩他的西方人有很多，就是你访问那边听，他有一个朋友，他已经修到那个程度了，几乎都是西方人，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错或者缺点，才有机会可以说自己要恢复，不然的话慢慢慢慢就会消失。那消失的话，那再把它可以说补起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知道吗？啊，所以说宗喀巴大师有说，毁灭佛法外在去毁灭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对他没有信心的话，这是很危险的。这可以说很明显，以前就是说共产党不喜欢佛法，所以就是说通通这些寺院都毁灭了，但是佛法没有毁灭啊，因为就是佛法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知识，所以他没办法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接受佛法，然后说就是把这个金刚经用来做面，然后去吃这些会消除障碍，那这样就慢慢那就是有些人没学过的真的会信他，知道吗？哦，这些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些缺点啊。还有就是说台湾有一些企业家吧，啊，买一些衣服啊，啊，还有说他有就是那个就是女生的那些什么乳罩啊，还有什么啊，这个有就是很有价值啊，比如说其他人买300-400，他买1500，因为他有说价值，哪有这个价值？所以用佛法来去赚钱，这个不可以的，这叫什么？卖法，是非常严重的重，知道吗？嗯，所以说以西藏就是有一些就是做这个法的生意是也非常严重的恶业。比如说换那些铜卡，你可以拿那个薪水，但是你不可以就是顾价这个佛。比如说你画了一个释迦牟尼佛，那就说我花了这个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就是薪水是这样，你不可以用那个铜卡顾价。哦，所以说这些都是佛法里面很严重的罪啊。以前西藏有就是说那个10万斤波若8000粟，都比较有家庭有钱的人的话，他用那个黑纸上用那个黄金来去就是抄这些。那后来这些都非常有值钱的，然后他们可以说就是经济状况不好，所以把这个波若8000粟卖钱，然后他们也知道造了恶业，所以请4个僧人就是对他们修过法，知道吗？然后他们吃了早餐，就其中一个就很不舒服了，你3个人就没有什么感觉不到，然后就是他就是病得很厉害。然后他们有一个上师非常有修行的，也可以说有神通力的，然后他去问说，今天你们早餐吃的那个早餐的钱是卖波若8000粟，哎，所以这个业是很重。那他们说，那他有病，那我们3个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说你们本来业力是很重，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感果，但是他本来业力很轻，所以现在就感果了，现在感果的将来不会说那个果报，那他们3个只好你们下地狱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修法有学习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会越来越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就怎么讲呢？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啊，我有学佛，但是可是啊，那个也可是啊，就是我遇到一些，但是这也不算是不好，
因为说现在我们受到这个果报还可以接受，也不是那么的苦。如果这些在地狱里干苦的话，那我们就更惨，知道吗？所以说有修行的人，他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他很欢喜，知道吗？所以很多以前就是共产党的那些会批评他们、打他们、骂他们的，他们就是很感恩他们。你是我的老师啊，知道吗？啊，对我来说你是恩重如山，因为有机会去修忍辱啊，知道吗？啊，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僧人，他就是挂起来，然后打那个鞭子，就他们说啊，再不要打了，他没有呼吸，可能死了。他说没有死，继续打，我在念咒，知道吗？啊，那就是根本没有恨。比如说我们甘孜有一个就是仁波切，那有一个女生，她以前欺过那个仁波切，知道吗？后来就说改革开放后，那仁波切可以就是去弘法，那他的经济也不错。那个以前打他的其他的也没有结婚，有生病，然后他把他带到他家里，让妈妈去照顾他。所以我们一般人不会做到，就是活该，对吧？啊，但是就说我们修行来讲的话，不可以这样。嗯，这叫修行，对吧？那就说以前你有打过，你是活该的话，就是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啊，知道吗？那他也是可以说，我们仔细想的话，蛮可怜的，因为他不懂因果的道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做那些恶业的，也不可以，就是对他不好，因为说他也不懂这些，也可以说他业力很重，啊，这是一直造恶业，所以我们就是说，不可以气他，反而可怜。唯有懂得一切圣言，现为教授，一切圣教，通达无为的道理，才能避免违犯。要小升起定解，应该多阅读，对吧？地者皮及妙法莲花经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些啊，就是那个对罚的那个啊，可以说就是办法罪，那就是那个莲花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多看这些，嗯，知道吗？所以说这些业力，那就是说杀阿罗汉那么多啊，还有杀就是毁灭那些佛，就是那些佛塔，那比这些还严重。那我们就现在一般人可能就说没有办法就是相信，但是你去多看这些莲花经等等，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相信。那信了的话，嗯，那我们就是遇到这些，我们不会造这些恶业，就我们可以说算修行了。哦，你知道吗？啊，莲花经，至于谤法的内容，可参考辩摄一切阎魔经。莲花经有看过吗？有看过的人举手。哎，不错嘛，还有多，那继续看，尤其是看这方面，知道吗？那有什么问题吗？哎，可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苦集灭道那个苦地嘛，苦地有16形象嘛？对对对对。那苦地里面四个形象是无常、苦、空、无我。对。那这个空是跟空性不一样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空性，也是一种空性。那可以解释一下吗？好好好，佛讲了，就是也可以说讲了三次法，也可以说转了三转法轮，初转法轮、中转法轮、后转法轮。那
这位师姐提到的是就是那个属于初状法轮，那就是刚佛讲的，我们说佛成佛了后七七四十七天没有讲法，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请法。后来那个梵天还有两位那个神来请法，所以我们西藏人在那个寺院的顶上有一个法轮，然后左右有两个那个动物，这两个代表梵天跟另外那个，他们在请法，那个就是那个法轮是就是代表那个法。所以说我们一是没有人请法的情况下不可以讲法，因为说没有对佛法的兴趣的话也对他没有帮助。然后有请法的时候他就讲四圣谛，那四圣谛里面说知苦断己修道得灭这四句。那我们要说，那我们要说成佛成阿罗汉，那我们从哪里下手？或者说，那他说你们首先要知道苦。知道苦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要离开它，那离开它的话我们寻找就是苦的因，把这个拿掉，说就是断己。那用什么方法来断那个己呢？要修道。那修了道会得到什么呢？得灭，灭跟解脱是一个意思。那说苦它有那个四个形什么形象，就说无常，苦，空，空，第四什么？无我，那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苦它本身是什么呢？它本身是一是它是，就是不是无常，不是常，是无常，知道吗？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有生有灭，也可以说有变化，叫无常。我们常常会说人生无常，知道吗？所以说我们的无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学习的这些佛法在而且我们的内心中的那些比如说障碍贪嗔痴，那我们内心中的比如说慈心悲心，有些善的心都是无常。为什么呢？无常有变化，所以说我们虽然有内心中有很多恶业，造了很多恶业，但是它不是永久的它可以变，因为它是本身是无常。所以我们去就是说用四力的忏悔等等，就可以说它会把它慢慢就是说断出或者是变小，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是一就是无那个什么无常。那就说虚空是常，它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比如说我们这里的空间，知道吗？那空间这个空间是永远都不会有变，这叫什么呢？常。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命，我们的人生都是无常也苦也是无常，所以它可以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苦可以拿掉，它本就是那个无常。第二是什么呢？苦。它本身就是说苦有三种，苦苦坏苦行苦，我们要知道。比如说佛说你们要知道苦指的是哪个苦呢？指的是苦苦吗？还是坏苦吗？还是行苦吗？坏苦不是，因为坏苦不需要佛提醒我们，不但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些，连那些畜生都知道。比如说有一个畜生，我们会推到那个就是悬崖，他会怕，因为知道他会受苦。就说我们就是生病等等，这些是苦苦，所以不需要解释。那坏苦，坏苦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因为说外道的
很多修行者都知道他的过患。那这时候佛说要知道苦是指的是哪个苦呢？指的是行苦，知道吗？行苦。所以那什么叫行苦，什么叫坏苦，什么叫苦苦，要知道。知道吗？也可以说他就是讲的话是坏苦苦坏苦行苦，这是一个就是说讲的一个次第。但是我们说这些苦也有一个次第，那从可以说就是倒着讲，就是我们有本身有什么呢？有行苦啊。行苦指的是比如说佛法里面有说业根烦恼引来的一个蕴体叫行苦蕴体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血肉之躯的蕴体是什么呢？行苦。比如说菩萨阿罗汉还有佛我们大圣来讲的话，他们不会有生老病死，因为他们已经断除了这些，而且他们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的身体，他们的身体是那个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而得来的，所以他们不需要受苦，不会受苦。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血肉之躯的身体是非常肮脏污垢的，为什么呢？它有两个因，直接的因跟间接的因这两个都是非常不好的。比如说直接的因是父精跟母血，所以它本身是一个污垢的肮脏的。那它的间接因是贪嗔痴而来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苦，可以说一个苦的根源，我们叫什么呢叫什么呢？就是一个祸根，知道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体，有会说这些苦。所以说佛说你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是苦行苦，也可以说我们在轮回当中，轮回是哪个？现在我们这个邪入之躯的身体是轮回，所以我们开始说缠着这个身体而说这些苦。所以说佛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身体是苦行苦，有了这个身体会受到那个坏苦我就是在学会里我上那个三种要道的，那他们几乎都肯懂得这些，会听得懂，知道吗？那坏苦苦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新的部分，一个感受，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苦三种里面苦苦坏苦行苦，那就是苦苦才是一个新的部分坏苦也是一个新的部分，一个感受，但是行苦不是，就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血肉之躯的身体是行苦，那它本身是苦吗还是不是？那我们讲的话它不是苦，那它本身不是苦，那佛为什么就是称它为苦行苦呢？因为有了它会迎来很多苦，所以称它为苦行苦，知道吗？所以说很多有修行的人他很会怕生，他不会怕死所以他很小心，就是不要吐胎，就是有死有生有死嘛，说有生有灭嘛，但是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是说临时抱佛脚，快要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对吧？是生下来的很欢喜过生日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这些都是真正讲的话是不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说要知道那个苦辛苦，有了这个身体你再有钱再有权还是会面对生老病死，你再有权利让你不死吗？没有，没有一个，以前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你再有钱让你不死吗？也没有。
因为你本身是无常，是不断的有变化，这个变化谁也挡不住啊，因为它本身是辛苦，本身是什么呢？是那个无常嘛，所以它有变化，这个谁也挡不住。嗯，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业啊跟因，这是很公平的啊，它没有一个后面啊，知道吗？啊，所以说要知道那个啊辛苦，那有了辛苦，那会第二会产生坏苦。坏苦说，比如说我们吃饭，它很好吃，感受到一些享受，知道吗？啊，那就是有说，就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吃辣椒，当下就吃辣椒，第不断几分钟就胃就不舒服，这叫什么呢？这叫苦苦。啊，因为你就是贪念这个辣椒，就暂时你就是享受了短暂的一个乐，那后果是什么呢？说受到苦苦，苦苦是苦加苦的意思，本身是辛苦，再加了一个苦。所以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喝酒，所以这是一个变成一个他的坏习惯，知道吗？然后医生说你不要喝酒，继续喝下去的话你的那个肝会坏掉，但是他没办法，慢慢有一天会生病，那这个生病叫什么呢？坏苦，不是苦苦，那这当下喝酒的那个享受叫什么呢？坏苦。所以有了这样的身体而会去喝酒啊，贪念了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享受，而会就是把这个密度赔上了啊，这是一个举例而已，有很多的。所以说要知道那个坏苦，然后它会引来辛苦，我们那个苦苦，知道吗？然后说那个苦，刚才那个师姐问说它有四个那个什么苦空无我，这四个叫什么呢？现象吗？四谛十六形象。哦，形象。对，哦，对，四个形象嘛。那四个形象，苦有四个形象，一是无常，二是苦，现在我们解释的是苦啊，知道吗？那苦它本身是一个享受啊，不好的一个享受叫苦。但是佛法里面重现会苦坏苦行苦，但是前面两个是真正的苦，那个第一坏苦是真正的苦，苦苦是真正的苦啊，坏苦是暂时的一个享受乐，知道吗？那就是那个行苦是他们两个的一个根。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这个身体，知道吗？有了这个身体会有嘴巴，然后有了嘴巴有肚子去吃这些贪着这些食物，然后遇到这些生病比如说就是饮食方面啊，食物中毒等等，那有很多这些句子，也可以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说生活在这三个当中，知道吗？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体啊，然后去追求，比如说我们从早上到下午去忙的都是为了这个坏苦而去，我们就是去追求一些短暂的啊，而且我们根本为什么去追，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苦，所以而去追求，然后得到对吧，它只是不圆满啊，知道吗？哦，所以这些有很多啊句子，知道比较就说比较详细的解释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我们吃个饭都会有这个三毒苦啊，比如对吧
啊，抽个烟，喝个酒，啊，赌博等等，这些都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体，啊，然后去就是有人就是习惯坏习惯，非没有酒的话就不行，没有烟的话不行了，啊，知道吗？但是我们正常来讲的话，知道吗？就是从小去上学，啊，然后去说去男女谈恋爱，然后去结婚，那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该有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方法，知道吗？然后说去过一些生日，然后是就是办那个叫什么呢？就是办那个结婚的那些典礼呐。啊，对吧？花很多钱呢，啊，那这些都是他根本一开始说为了运用这样的一个他去受苦没有啊，对吧？啊，但是比如说结婚，那有些女生的话就怀孕了，知道吗？那就是说就是那么就十几个月受这个苦，那生下来说那么苦，知道吗？然后就是养这个小孩，啊，就是那么辛苦的。把他就是长成就是养成就是成人，那就是有时候就说，就是应该我们正常来去是孝顺父母，那有人没有，反而去回报父母，那这些都是种种的那些过患从哪里来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知道吗？然后有就是男女的那个贪念，啊，这些都是他这些而引来的。为了一些短暂的一些乐而去说这些这么多的苦，但是我们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但是到了那个地步就已经太迟了。所以这是一个句子而已，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些就是又去很拼命的去学，变成一些就是有学历的有知识的啊，又变成啊叫什么呢啊知识分子，然后运用这些要居住一些民生啊，就是要居住一些职位啊，得到这些职位就很开心吗？不是，因为他要怕这些就失去这些，要受很多苦，有这些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辛苦，然后他又去居住一些就是那个坏苦，然后就是结果得到苦，知道吗？所以佛知道你们在生活里面再忙再聪明，还是你们就是没离开，没办法离开这个苦，所以佛一开始叫做知苦，知道吗？嗯，所以苦的本身是一是无常，啊，二是苦，三是空，那空是并不代表是没有，虽然它是有那么多的过患。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断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呢独立存在的，它有靠很多它的部分区分而可以说成立的。所以我们想要就是断出这些可以断的，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坚固，不是那么的稳定，因为说它是空，空的意思说它虽然有这个苦，但是它有很多区分而成立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圣谛是从小圣到密教都是共认的共同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那个空是比较粗的空。那无我对吧，无我也是说它虽然是一个苦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佛法里面有佛法名词的叫做它不是一个地势成立的，它不是一个真实有，而是虚假。虚假说不是我们一般人说假，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虽然有这个苦，但是它也不是怎么说呢，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以说没有那么的严重，知道吗？虽然它有这些种种的过患，但是它本身是
无我，所以说他一个没有一个主人，所以说我们有可能把它可以说处理掉，因为说它的现象就是有，就是条件有四个条件，就是本身就是这样，一是就是无我、无常，二是说本身是苦，这虽然它是苦，但是它是空，它是无我，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断除，因为它就是不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知道吗？比如说我们本身是一个坏人的话就没有办法改，但是我们在心里有很多坏的东西，它本身不是这样，它不是永久的，它是一个究竟的，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来就是下课，比如说虚空有时候把乌云遮住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虚空，那就是说那个乌云是就是虚空的本身吗？不是，也可以说虚空是本身是很清净的，但是我们有时候乌云遮住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就是那个虚空的本身，知道吗？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虚空的本身本性，因为乌云不是永久的，它是暂时的，有一天可以拨开乌云，就我们才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个虚空的本身。所以说虽然它是苦跟佛空性方面来讲是一样都是空，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断除，我们可以把它纠正，因为它本身不是那么的坏，不是那么的差，是暂时的，知道吗？所以上次我们在这里上那个接受八卦斋戒的时候，海涛佛师父也有提过，比如说空性来讲的话，就是从一般的众生到佛是平等，这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呢？就是都是空的意思，它本身不是这样的，不是那么的坚固，也可以说没有我们那么想象。比如说佛是很尊贵的，但是它也是不是那么的坚固，或者说不是定时成立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就是那些贪嗔痴等等，它本身也是这些苦等等，也是空，所以就是这方面都是平等，所以我们可以把断出的意思，就说简单来解释的话，那四圣谛详细的它以后会出现，那我们再去详细的讲的话更清楚，可以吗？格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刚格西有提到皈依啊，皈依的正确的那个内容哦，不太了解。呀，谢谢。皈依正确来讲的话，皈依是一个心的部分，知道吗？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就说佛法僧是皈依的境。那我们就是从心底里发自内心的去求这个三宝，这个心叫皈依，知道吗？那我们真正要升起一个皈依的话，那我们首先要知道皈依境，第二叫皈依，第三要知道皈依的因，也可以说先要修这个皈依的因。我修任何法，做任何事情，把这个因做好的话，果你不要也会堆在你的面前，对吧？我们想要吃一个马铃薯，你种那个马铃薯的种子，自然而然会好好去浇水等等的话，你不要也会，它会长出来，对吧？一样，我们要真正要升起皈依的话，那我们先要去修这两个皈依的因。皈依因有两种，知道吗？一是我们自己要怕轮回的苦，第二，佛法僧有这个能力，就是救我们，
要这两个条件，这叫就是两个归的因。那我们自己观察，那我们自己真的有怕轮回的苦吗？几乎都没有，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会就是说讲出很多理由啊，今天也没办法去学，因为就我去做什么工作啊，去见一些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一直拖延，因为我们不太怕这些轮回，所以我们对佛法来说是我们是英雄，知道吗？但是我们就是快要就是面对这些都会怕，叫什么呢？这叫就是临时抱佛脚就没有用了，知道吗？所以要就是平常要去思维这些轮回的过患，知道吗？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西藏有一个格西，他年纪70几岁的时候都，他有比如说一天早上要就是要就是那个这个剃头的话，他每天就是3点起床的话，剃头那天他2点半起床，知道吗？然后他就是一直看书，一直就是这些思维，他就是舍不得去上厕所，知道吗？一直人到会就是尿，就是说就是一定要换那个他的那个垫子，就他就是说这个时间很珍贵，因为他有这个就是有这个皈依的两个因，会怕轮回的苦。如果说就是不好好珍惜这个时间的话，有一天我死的话没有机会去皈依，就受很多苦。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知道吗？所以说我们的皈依也是一个嘴巴上的皈依。那我们的皈依是嘴巴上的皈依的话，我们的佛教徒也是一个嘴巴上的一个佛教徒，对吧？当然是了，对吧？所以说那解释这个皈依的话要花几个小时，所以今天我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你们可能很累，那下次我再慢慢的解释。佛教智慧故事，谭毅法师与采薇少女。晋朝时期有位谭毅法师，他是浙江余杭人，早年跟随庐山慧远大师出家，后来师承鸠摩罗什大师，求学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慧基结庐而居，
虔诚敬诵《法华经》达12年之久。屋里有人吗？阿弥陀佛。师父，我入山采药，不小心耽搁了时间，现在天色已晚，若再赶路，怕会遇到豺狼虎豹之类，因此想在您这里借住一晚。这如此深山野地，哪来这位看似富家千金的少女？莫非是特来诱惑的贼人或魔障？女施主在此过夜恐有不便，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您尽早下山，或许还能赶在天黑以前平安返家。施主为何哭泣？我只是个弱女子，今天已经在外奔波半日，现在要我拼命赶路，谈何容易？可是出家人不都是有慈悲心的吗？您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遭受被虎狼所噬的险恶呢？师父，你不要赶我走，我好害怕。好吧，您就在此暂住一夜，只一夜。谢谢师父。师父，您喝杯水吧。多谢施主，我还不渴。走了一天的路，好累啊，我要休息了。施主请自便。施主在此好好休息，我去外边打坐。师父，您进来避避雨吧。不用，外面很好。您淋雨着凉会生病的。多谢施主关心，我经常在雨中修行，不碍事。施主，出了什么事？师父，我的肚子好疼啊，求您进来帮我按摩按摩。这怎么可以？师父，我快要疼死了，求您救救我，救救我。不行，深夜里光是一般男女都不适合独处，更何况我是守持戒律的出家人，而且按摩肚子更是肢体上的接触，这万万不可。师父，您真的忍心看着我疼痛死去而不理吗？求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因为我是女人您就见死不救吗？是啊，她现在是病人，要是因为男女有别而见死不救，我的罪过可就大了。师父，救命救命。就算是救命也不等于她有肌肤之亲。阿弥陀佛。昨晚多谢师父相救。举手之劳，施主不必介怀。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愿意留在这里终生伺候师父。这万万不可，我是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让施主来伺候？师父，你嫌弃我？当然不是。那就好，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如果女施主执意要住在这里，我只好离开了。师父，您转过身来。您是？我是普贤菩萨，这次前来是为了试探你的修行。阿弥陀佛。这件事情传开以后，大家都对谭毅法师的修持相当敬佩，皇帝也为他修建了一座寺院，以此纪念普贤大师的示现和谭毅法师的德行。